我们这边是隐身仪式的聚会呢。所以你是男生吗？对，我是男生。我要摸特别的地方。你也可以摸。嗨，丹娜，我的衣服怎么样？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嗯、好，那我们坐进去观演。他听不见，又看不清楚。你好。真的好像不太够。来，摇起来！